那是来找我的，你玩去吧。你这一路跟过来，挺辛苦的呀。你知道我跟着你，要不然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呀？这是哪儿啊？星星福利院。这些孩子都是孤儿，为了顾及他们的感受，所以没挂牌子。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来这儿？我早都跟你说过，我们俩不是一般的朋友。你们俩确实不一般。他跟我说他在开会，却跟你来这儿。别着急生气，他不跟你说，不代表他不信任你，不代表他要骗你，恰恰是因为他太在乎你了。再说了，他也没会开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辞职了。自打你辞职那天起，他就坐不住了。可是江大凯不同意他离开。你要知道，他刚到智动科技的时候，签了一份特殊的劳务合同，这里边不但有江大凯承诺给他的1%干股，还有一条霸王条款，一旦他强制离开，就要赔偿一笔数目不小的违约金。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呀？你刚辞职，心情不好，他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认识一些专业的律师朋友，可以帮上一些小忙。跟你说过了，也算是经过你同意了。之前我向您提出离职，你说让我好好想一想。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不可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。我把工作已经交接完了，今天我正式离职。如果你还要以解约条款来要挟我的话，那我也会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我的个人权利。Lisa， 我们有必要这样吗？我们不再是我们。为什么？童宇，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不好的事情总是自己扛，好的事儿才愿意跟大家分享。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来这儿？这家福利院是我们两个人的。故事有点长，喝杯茶，边喝边聊。所以说你是这帮小朋友的国王，而他是他们的王后。都是孩子们瞎叫的，孩子们。这家福利院经营了几十年了，创办人去世之后差一点黄了，后来是我跟许多一起出的资才又办下去的。这些年也是我们两个一起经营管理的，每个月都会来几次，这毕竟也是我们的家。有个事儿啊，你得帮我个忙。许多大部分的钱全都用在这儿了，本来我一个人是可以的，但你知道他的脾气，非要跟我一人一半。但是现在他辞职了，收入出现问题了，还要死扛，劝劝他。实在不行我先垫上，等他以后有钱了再给我。估计你也发现了，他会莫名其妙突然消失，甚至是夜不归宿，原因都跟这儿呢。这些孩子一旦有个风吹草动，他会第一时间赶到这儿来。这些年难为他了。还有个事儿，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。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我们俩见面了，不光聊他辞职的事儿，还有你。还有我。
我找了几个搞资本市场的朋友聊了聊，得到一个好消息，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讲，自动驾驶有一定的诱惑力。但坏消息是，童宇呢是块肥肉不假，但它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。它是从智动科技出来的，智动科技已经申请了三个研发阶段的项目版权，而且放出话来了，要断了童宇的后路。朋友们呢，怕麻烦，不愿意招惹童宇，这个你也一般能理解。那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呢？这条路走不通，咱们换条路走。尽量的去规避这些公司。我呢，找了南京几家的大型网络公司，他们对智能科技很感兴趣，而且也愿意大力发展。资料给你拿来了，看看吧。还是你有办法啊。你呀，应该是个骄傲的人。我觉得腾飞科技最合适。好啊，那要不要见面聊一聊？太好了。所以说，你是在帮我找投资？本来是想办踏实了再告诉你。好，谢谢你啊。都这个时候你还相信我？谢他，人家说了，你是天才，我希望你能像他相信你一样，相信他。有些事情不是我不想说，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感同身受。倩倩，我李杰森要在上海买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。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改变了？其实人随时随地都在改变的。是谁改变了谁呢？最近这么辛苦，要不周末我们出去逛逛？去哪儿啊？我想带你回大老家见一下我父母。见父母啊？怎么了？丑媳妇儿怕见公婆的？我是美媳妇儿。我最近有点忙，要么以后再说。你找什么借口啊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呢跟你回你老家去见一下你父母，怎么样？嗯，以后再说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个的感情不稳定，所以不想见？你别多想，以后有机会，咱们俩一起去见，好不好？哎，今天去哪里啊？我就随便逛逛。享受一下自由的生活，下班了我过来接你啊！快去吧，嗯，加油工作啊！
你好，我呢是跳跃科技的 HR， 很抱歉啊，上午有个会议，让你等这么久，咱们可以开始了。冯先生，其实我对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，你设计研发的小白机器人的经历呢，让我很明确，你就是我们公司要找的那个人。我可以保证啊，你只要来到我们公司之后，你的能力可以得到全部的释放，不会有任何的阻碍。我想了解一下，是薪金的问题是吧？这确实是最关键的。我们研究决定了，就按照你的那个标准来，啊，而且你只要通过了公司的考察，你可以迅速的组建领导一支10到12人的团队给你用。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你想说的是我们公司的发展是吧？这么跟你讲吧，我们公司这两天呢正在进行天使 B 轮的融资，红杉资本、金沙江创投，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兴趣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公司是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您可以让我先把话说完吧。我想了解一下贵公司目前主攻的项目是什么。项目？啊。小主人你好，我是智能神犬。这个。就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，全力主攻的项目，全自动智能小狗。我们叫它披萨，其实跟你那小白机器人呢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它呢可以根据孩子脚步进行类自动移动，而且呢还可以跟用户有一个深度的交流。啊，这样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技术还有待于调整，怎么样，童工？挺有意思的吧？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只狗子。我这么跟你讲吧，孩子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，掌握了孩子的智能玩具，就等于掌握了未来。你愿意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吗？老板人挺好的，但就是我这个专业不对口吧。童先生，说实话，我做猎头这么久，很少遇到像您这么优秀的人才。但我必须也得说，现在想要找到完全匹配的可能性真的很小。找工作又不是创业，不可能有100%契合度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找工作又不是创业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你帮我谢谢他吧，我还是有我的底线和坚持。谢谢你啊。